我你讲避孕呢？我那你是在讲啥？我是好朋友。你敢知道我是安怎熟识？安怎熟识？你不听着讲好朋友拢讲客气无？今晚是咧拍 MTV 咪？欢迎宋少卿、王彩华。哎呦，帅哟！哎，刷刷刷，我已经唱刷。这个查某生两个啊，歌唱了来入味呢。什么？你是入味什么？无、啦，感情啦、啊，感情。哦，有啦，伊都开始迄 pose， 你有看无？对啊，真的嘞。嘿啊，这种是一种 feel 啊，感觉啊。我是讲奇怪，你是咧拍 MTV 是不是？哦，但一种感情啊，我唱了未歹，一定跟阿孙淑妹哈。嗯，你像孙淑妹因阿哥啦。但是你这档唱较好啦，你嘛唱了未歹，真的真的好。做这对波比去哦，穿起来了吼，叹一个发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发炎？什么发炎？喉咙发炎。啊，你发炎？那个宋少卿你唔捌来，对，你甲邀请，啊是讲你甲伊都无共挂。哎，对，哎，你们不同挂，怎么会在一起啊？哎呀，你。那是啥？我两个做戏的，你敢知道啊？不知道，很惊讶。我两个外妈接寡好诶，我看差不多二十几档啊，二十档啊。恁两个二十寡档啊？差不多，二十寡档啊啦。二十寡档，太夸张。哎，你今日怪怪，一直闹疯诶。不是啊，我是讲这家伙二十几档，我哪唔知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安尼讲避孕呢。哎，我那你是咧讲啥？我是好朋友。你敢知我是安怎熟识？安怎熟识？你不听着讲好朋友拢讲起。你不听好朋友，喂，唔捌听过啦，唔捌听过，唔捌啦，我无言，安尼你唔捌叫过好朋友，喂，无言我倒，无言我这里有咱好朋友嘛，无言我这里有你的舅舅，蝴蝶结，我叫舅舅，加纳，但是你讲你两个到底是安那识识啊？啊，这我一定要甲大家报告一下，因为我较早咧主持古巴场嘛，啊，伊种吼，伊都少卿吼，伊是外人客，伊拢坐伫台上。你莫袂讲生笑呢，有影。我足欣赏你呢。那相声我是真正欣赏你，我唔知你有哪爱看牛肉场。哎，你很趣味耶！你敢知？就一直就无一只牛肉场出来。对，你敢知？对啊，我都是知。以前那要去看牛肉场，为什么？伊去找。因为要等你团。无。伊是去找伊的亲人，找伊阿姨阿公伊。你那阿公是来做煮饭还是来冲啥？哎呦，啊！你那哥哥阿姨拢有伫牛肉场咧拖动。你是人客还是头家啊？不是，像我现在的身份是义消。我以前有当过义士，就是义务的刑警。哦。哦，卡扎做过刑警人员。对。哦，阿妹去咪地下啦。我是进去搜证，那个后来搜证有无？里面有很重要的人物不能公布。哦，今嘛唔在做馆长啊，做市长啊，而且有去看啦。真的有时候在那个年代，你讲不要紧，反正我们把它消音就好了。那个人到底想哪啦？就是因为有那个人在现场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哈？这个你讲这有可能？很强哦。这个绝对有可能的，这我这专门在看耶。对。嘿，你是当观众车没有？对。朱大哥。你有去看古巴场哦？啊，你那叫不顺！真的啊，就这样的，这样拍，然后我看，就是放下来看旁边嘛。哦，真漂亮，真。你坐第一排，伊也坐第一排。我坐一号，你坐三号。这无可能，我家己就做啊！我讲我挂不床，我唔敢看。朱大哥哦，伊个人哦，伊未去古巴场看，我知伊个威力啊。正经牌啊，正牌即嘛，伊拢会叫来厝里家己看。看掉啦，迄无啦。安尼有影，你看无人知。叫来看，迄唔是迄雨天啦。哎，迄个，哇，哎呦！咪来邀请你，要怎样？你别乱讲，咪外公。像啦。九雄啦。九雄啊！啊，你真正看到我，可能头毛老共款的啦咯。你这袂当公布啊。宋少卿，我是足欣赏你的人。谢谢。对对对。但是真歌手。伊作早二十几年前就伊录我的节目。哦。有做过。较早伊录我的节目，迄阵我看伊伫咧录我的情景。迄个人我就知影讲，伊后过来准备做相声，一定会请起来。哦，那个时候还是在摄影棚，还在三重呢。对，沙丁波河堤边一个摄影棚。你老掉我上面干不干？后来我就一直在回想那天朱大哥的访问，
后来发现完全不能编进相声。为什么？他的内容这么丰富，讲话这么风趣，为什么不行？对呀，就是政府没有编这一条预算。因为朱大哥访问的时候，吴啊，你今嘛是我讲那个也逼，讲那个也逼，讲到这边也逼逼，你今嘛逼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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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逼，从头逼到尾。对，上讲迄节目那是讲到迄古龙内面的逼逼啦，剪掉，剪掉，拢会拢剪掉呀。莫怪啦，莫怪啥？你做好囝，静静就上一个专辑吼，我唱一条歌，就是咧送你的啦。哇！哔哔哔哔哔，终于没告诉你。哔哔哔哔哔，你听感动，我根本原谅不了你，你是个大意怒。相信我，你根本不懂。哔哔哔哔，永远看我难懂难懂。哔哔哔哔哔，哔哔哔。主搞到位，我才华姐，恭喜才，你主持节目你还蛮会讲话，你很会相声，当然我今天才知道你很会唱歌。那你觉得你们两个最大不同在哪里？哦，其实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吗？雅俗共赏，相声，嗯哼，高雅，大醉够，相声就是大醉够，我醉正，大醉，我醉正，对，雅，爱高恭维的俗，哇，雅俗共赏，哎，我们这次真的认识很怂啊。你要来抢戏啊！你长武力，不要急嘛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你这查某的，阮家是有梦的。啊，这是有地平的。不是，这个是有拍有波比啊。我们今天是来模仿于天跟李亚平吗？你怕谁帮你歪？喂，你就是雅，我就是俗，我自头到尽，哪个你薄噶呢？跟你旁噶呢？你讲我俗，我哪里俗？你安尼无义无俗，这样没礼貌啊！你不要生气，俗。俗嘿，俗是俗尔，俗甲低是无同的。低，俗比低要好很多。对，哎，有理有理，有道理。恁爸有插里面。你不想闹了？我俗甲恁爸低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我意思是，啊，上层是我做俄罗斯，你是安怎？俗都伊个代志。对，啊，我是安怎会变低？我讲的低是。国语的低，高低的低，不是台语的低。哦，关家哦，低低俗，低哦，安尼唔是我，安尼低啊，唔是我，我算俗气点，顶款的高。哎，你就搞，你破你，你就搞奥伟哦，搞搞哎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能够讲说，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呢，就是。低俗，阿贵，好 ，baby， 起立看。哦，看正经的啦，正经给你的鸿蒙恁两个。这个节目做个头一点钟，看来底下那比手差不多。哎，说刚才一个演唱会嘞，哎，对啊，还是外公呀，俗。外公现在话都不要讲太多，好，您都在是唱歌，对，但是你是要做相声啊，对。爱表演是怎？哦，应该一定要。洪仔阿宋少卿是什么角色？其实大家对相声、对搭脆狗有误解，认为相声好像一定要说那种卷舌，对，咬文嚼字，北京话。其实那是错的。北京话很啰嗦，不好说。不然要说什么？其实用我们一般的国语就好了。这是有不一样。我举例子，大家可能印象不深刻。我举例子。比如说兄弟两个人住在一栋公寓里面，哥哥住在这个房间，弟弟住在另外一个房间，如果用北京话，晚上弟弟起来上厕所被哥哥听到了，用北京话就说不完。哦，真的，弟弟开门，哥哥一边听着哟呵，北京人讲话要先哟呵，嘿呼，哎，哟呵，那窝子咣当一下，是谁在那儿出来了？黑金半夜一声不言语的，怪吓人的，是吧？弟弟也没有输给哥哥，我起来撒泡尿，没事儿，没外人，您甭操心吧，哥哥，是我嘞，咱们没事儿，明儿见吧，您那哥哥。哇，还真长哎！哥哥还得照顾弟弟，黑金半夜天凉了，起来穿件衣裳，省得伤风感冒就得打针吃药了，是吧？我穿着衣裳了，哥哥，您歇着吧，咱们要是没事儿的话，咱们明儿见吧，您那哥哥。等说完这四句话，
弟弟的裤子已经干起。少年郎半夜起来上厕所，一定是很急嘛。所以其实我们用国语讲就好。怎么说？四句话，刚刚用国语20个字就好了，不用卷舌。弟弟开门，哥哥听见了，是谁在那里？5个。是我啦，哥哥。嘿，5个。你到哪里去？5个。我去撒泡尿。5个。简单易懂，不啰嗦。大家都听懂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可是，当初应该用我的祖母语家乡话。就更简单。哎呦。用它来做国语就对了。是我爸爸是山东人，山东话4句话，16个字就干掉。1句话4个。好，弟弟开门，哥哥听见了，这是谁呢？是家长。是俺兄弟。有人给哦。你上哪儿去？俺上别墅。老师，我这大声要放一个牛名。咁样冤家是安怎？急啦。山东人嘛，山东人就豪迈，高亢。对。但是我们在台湾土生土长，是台语也是我们的母语。当然，大脆够非常好听，有音韵哦，高低起伏都有。对对对，用台语做国语就对了。哎呦，你讲过没？都要用情景，4句话，12个字就干掉。1句话，3个字。弟弟开门，哥们听见了。下面来，洗袜了。三字，冲啥洗面？我敢告诉你，你讲到我这五句就得接棒了哈！你真的以为我们是低俗的节目吗？我们是有水准。别跟他讲多哎，低俗。这也够级了。在了哈。冲三米。丢。七棒丢。所以。对。12个字刚刚好，捧下吹起来。恁台语偌高水嘞，三句都解决了，对吧？但是。又有但是了。我们每次选举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这一群人。是，阔家人。阔家人啊，哈尼，阔家人粉节节。是。阔家人呐，做的那个麻油鸡啊，粉油、粉香、粉甜呐。是。阔家人说话更节节呐。哎呦，怎么说呢？4句话8个字呢。1句话2个。怎么可能？弟弟开门，哥哥听见了。Money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人 ？Money。嘿，爱。是我，做咩？干嘛？我尿。路根灯呢？对。But， 不对，还有。But 在这个时候出现。哎呦，还有。但是，不可能吧？在座的兄亲几多？各位大哥大姐，你们如果有小孩有孙子，告诉他们学英文很简单。中国字一个音，英文 A B C D 拼到 Z 就没有了。对。对。英文4句话4个字就干掉。哎呦，1句话1个，弟弟开门，哥哥听见。Who， 像你我。What， 干嘛？嘘。啥？英文有嘘啊？英文有嘘。我听你。谢。你看明是诸葛会笑，诸葛会射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明是诸葛会射。